其实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林玉姐呢只是一个小角色，在那么长的长篇中。但是呢，他却因为这个角色被大家深深的给记住了。我们也找到了很多年前的这一段视频，86版的《西游记》中玉兔这一集。送你来到我身边，你是何方妖孽？你是何方妖孽？快快跟我出去！嘿嘿嘿，恐怕出去的还是你。当时进这个剧组对你来说算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吗？我到现在认为这个戏就是这一集天竺收玉兔真的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就是那么巧，天时地利人和。我那时候在东方歌舞团的时候，我是载歌载舞，很多亚非拉的那个印度啊什么日本的歌舞形象就装扮起来。我跳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冠舞，就在舞台上跳，装扮那巴基斯坦少女的那种感觉。我想可能在电视里一播以后，杨洁导演看见了我。但是杨洁导演说是在那个一个杂志的封面上看到我，可能那时候就已经有印象了。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后来说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找我来的人呢，只要说那个形象很吻合，就是西游记要选的印度公主的一个形象，又能唱又能跳，而且长得也不赖。你最后一次见杨洁导演是哪一次啊？2015年，江苏卫视的时候那个春晚啊，就当时《西游记》剧组聚会是吧？聚首，对，然后把杨洁导演请来了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在台上排练呢。然后后来他们说那个杨洁导演来了找你呢，我说在哪呢？他说在后台，我就跑过去，我看他在那个台的旁边有一排凳子，他在那坐的。我那时觉得他已经就跟我在当年拍戏的时候感觉好像明显的就是。身体不是那么好了，起来也是不是那么利索。然后我就他们说杨导那个李玲玉来，他立马就站起来了。就我们俩就一拥抱的时候，半拥抱的时候他眼泪就下来。这是我在那个后台是最后一次见到他。然后他说满处找我，就问了很多话，然后说你看看我写的书里面专门还提到你了。就是他一直在跟我说他特别爱我，特别喜欢我。我呢实际上在很多节目当中一直在说杨洁导演不喜欢我，老骂我，就是几乎我在这个大半个月当中拍戏都是被他是骂出来的。所以导演说我不骂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所以这是一个误会，我之前老是这样那样的说，其实我真的在无意当中得罪了很多人。就是那个时候王坤导演也是，我也觉得他老骂我，但是后来王坤终于有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也跟我说，他说我爱你，我真的没有骂过你，我不想骂你，就跟杨洁导演是一样的。然后那次我们一拥抱之后他眼泪下来，我的心一下子就释然了。就是有时候一种误会可能在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就尽在不言中了，就不要去解释任何东西。因为我觉得是导演是因为他喜欢你，所以他最亲近的人才会最狠的说。对，我认为是。但是我们那时候年龄太小了，我们理解不了这个深层。因为那个时候你也才20来岁。今天在天津卫视这个节目中，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还能唱这首《天竺少女》吗？还是女儿情都可以？你看，其实女儿情不是我主唱的，但这首歌一直我就非常喜欢，而且现在每次演出我都唱。主要是每次唱了以后就是让我想
他很多次现场唱歌，但今天我第一次真的是想哭。我觉得今天请你来简直是我最正确的一个选择。很多人说给杨洁导演录一期节目，他们说《西游记》剧组那么多人，说怎么选找了林玉姐？我说因为我熟啊，我说其次因为我喜欢她呀，她很真诚。